项羽永远的神，51秒拿狂铁一血秒杀诸葛，13杀金牌 MVP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小龙，我又来了。这一局是星耀四的排位赛对决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跟我对线的又是狂铁狂子啊，狂铁子。对方打野宫本身上相进化，诸葛亮法师，还有一个辅助墨子，3263的狂铁。这边我估计前期我不好拿优势了呀。但是啊，他这边跟我选择互相抢二级，那咱也不要怕他，对吧？把兵线拿到一块，抢到二级一技能，你这个距离推到塔下，哎，这一波你应该是没了。出个鞋子跑得快一点，一个终结，哎呀，才一失血，哎呦，你这要反打，闪现拉开，我一技能预判，我不行了，不能给他时间了，再给他一两秒钟，他这个一二技能恢复，我估计要被他反杀了，知道吧？多多少少这一波啊，险胜吧，只能这么说啊。接口要趁他没复活，把这个兵线赶紧收掉，对吧？对方的打野也不在上路，所以说咱现在没有危险。好，这一边之后啊，中路咱就不用去，把这个河蟹拿掉。前四级之前的河蟹很有必要拿一个的，对吧？加经验主要是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河蟹都推不动，我这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的时候项羽就是这样。这狂铁是真的凶啊，直接上来打我，那你打的没毛病啊，我拿你没办法。我这点血量，你说我是回去还是不回去呢？不回去很可能被他越塔直接一套秒掉，回去吧这波兵线就废了，所以我还是走风险模式啊，把这个兵线给吃掉。哎，二技能快一点回推，哎，他好像还没有队友有想法。好，这边就安安心心回家了。这一把说句实话啊，我方的阵容出现了错误，知道吧？这个墨子啊和姜子牙他们两个人同时选了一个法师，然后姜子牙是二楼，墨子是三楼，然后这个姜子牙他想玩中路的，然后被干将莫耶啊强行逼着去打辅助。这个干将莫耶他好像不是太会的样子，所以说啊，这一把的难点所在就在这个位置上。这一边我上路呢，对线狂铁又拿不到太大的优势，对吧？所以说咱这边准备想传送，但是看野区这一边啊，对方在搞事情，我直接过来。怎么说？来来来来来，上上上上上上上！哎，诸葛亮跟那个草里边，我这一边看他下不下去啊？他不下去，你在干什么？在打男 buff？ 我一个大招加终结，没有终结到，但是猴哥过来两棍敲死之后，对方宫本过来二技能，我一技能一推呀，哎，一刀啊，成就了那个猴子啊，二连击破。打工人打工魂呐、啊，打工都是人上人呐、啊。这一波拿了两个助攻也还行吧，总比啥都没有强啊。这狂铁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，但是他也杀不掉我，咱就拖就行，把这个兵线呢不要丢，对吧？打团阵来说他没有厉害，明白吗？单挑来说我确实不如他，这一点必须得清清楚楚，不要找他尝试啊。兄弟们，你们玩的时候遇到狂铁千万不要找他尝试。好，收掉上路兵线之后，下路这一边看看啊、没有打，咱就跟那蹲着。龙那边对方也没有开，对吧？他们如果开龙会有一个视野的，就是那个有一个特效那块，没有打龙就是没有特效，等兵线吧。哎，狂铁去中路，那正好，哎，他要拿到人头了，我的天，他这一波没拿人头，他亏大了。他是三个兵线，他最少要少吃两个。我这边拦截一下他，他从哪儿过来？哎呦，我的妈，带诸葛亮过来了，算了，我走了。你要说一个人我还能就牵制一下，我两个人我牵制你，我就是傻子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下路直接用一技能赶路，来到下路宫本，来来来来来，上去开坛，上去开坛，我来包下宫本，看他的位置怎么走。怎么走？他是从这龙坎下来呢，还是从下边下来，还是从上面上去啊？逼他的走位，我在那等等着就行，等队友把他逼下来。你这等半天他也不下来，你真的是让我白跑一趟。哎哎，狂铁，我一技能过来呀、啊，我想走啊，我残血大招一个终结，秒杀攻诸葛亮，一技能再回推。哎呀，猴子你没有扛住啊！这一波你要扛住了，真的是极限反杀了。很可惜啊，
看一下数据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啊！零杠四的干将啊，零杠一的姜子牙呀，这两个法师啊，我的天！这边复活出来之后啊，咱再还是回到上路，但是哎，干将，干将不要死啊，干将！你再把他送一个人头的话，养得太肥的话可不好打哟。这边你看看，郭冠成小地图吓到了二位，赶紧去包一下呀。这边宫本咱应该能给他打一下吧，宫本他打野他应该打不过我吧，我这边一技能推，我推的过程中都能跑，果然出抵抗靴了。那这一边我跟他试一试啊，这宫本这个改版的这个英雄啊，应该是听说很不强啊这个英雄，但是我这边跟他试一试，我这边我一技能等一技能，结果被他杀了，伤害好高啊，他的技能没有 CD 一样啊，好秀啊，打不过。吃一次亏啊，咱绝不能吃第二次，对不对？咱下次看见宫本能躲远远的就好了。这宫本说实话还挺会玩，墨子那个谁干将又没了，我给你报仇雪恨 ，A 一刀一个终结，再 A 一刀差一点被跑了。我回头我推 A 一刀二技能，没人来救我，但是他应该也杀不掉我。这狂铁真的是打不了啊，那大护盾看着都脑袋疼啊。干将莫言说吴老搞我，哎，这边中了一个大招，打出他的护盾，一技能推 A 一刀直接拉下，跟这一波跟那个老夫子配合还可以啊，不是姜子牙，说错了，姜子牙配合。这边没有血回家吧，因为也没有事情搞，这猴怎么跑人野区去了呢？咱现在是逆风局啊，兄弟们呐、啊，搞不清状况。这干将的心态是真的好，都打成零杠六了，还能给对面说话啊，你们怎么针对我，对不对？人家诸葛亮说主要是你真的好杀，你看看你看看。好，这一边啊不行啊，这样的话下去咱猥琐一点吧，对方都压到我们中路二塔了，现在你看就我的上路一塔还在坚挺着，但是我感觉过不了多久啊就要没了。这一边对方这个诸葛亮墨子啊，下路开了，我这一边一技能推 A 一刀一个终结，先带走对方宫本，然后这一边摸一刀往后拉，等一技能 CD 推到三个，一个大招二技能摸一刀一个终结，没按出来呀，每次都是这样啊，每次都留遗憾。这队友为什么不来帮我补个伤害，或者是帮我打一点点伤害呢？这个干将墨也感觉没啥用啊，他出了一个什么鬼专精装也不起作用啊，对吧？又被诸葛亮给秒了，六杠二的诸葛亮都快送超神了，我的天哪！那时候就感觉对方拿我们的人头就轻轻松松啊，我想杀他们的那边一个人真的是得付出点代价才能杀得掉，我们这边的人就是随便就感觉给人拿了，就这个人头你看这边。哎呀，这边哥呀哥呀，你坚持住，好，狂铁越塔，那他这边要给你换掉啊，我这边直接一技能推 A 的二技能大招加终结，哎呀又他差一丝血呀，我一技能我再跳，哎，墨子也别想走了，我一个人要打三个，我一技能 A 刀二连击破，就这么逆风的局啊，小龙都能八分钟八个人头，真的是多多少少啊，项羽的强势你们能看得见吧？但是这一把也不好说，对不对？好好打还是有机会的。你看看这一波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啊，对方三个人不在江的那个谁，哎，有个残血的射手，但是啊，对方那个诸葛亮在那儿，我怕他。发起进攻，往这边进草丛，让他们两个人啊去吸引一波火力，我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等一下，不要急。诸葛亮一技能挑到两个，啪嚓一个大的，这都能跑一个终结，那就杀墨子吧。一技能帮我挡，哎，大招帮我挡下了。哎呦，这都跑了，这现在谁是个四个人都出抵抗靴了，让这怎么玩啊，兄弟们？这出抵抗靴这个一三技能啊，连贯不起来呀，真的是好难受，真的。因为项羽他那个大招啊，那个延迟的那个时间呢、啊，真的是很尴尬的。你要一三技能连不起来，那个随便有一个位移的那种英雄，你就大招的命中率就打不动他，明白吗？这边哎呦，下路一塔都还没推，我这边趁啊他们在上路把这个一塔赶紧拿掉，对吧？
你不拿着永远都没有机会拿了感觉啊、把这个下路兵线快速收掉之后来中路啊，猴哥这边怎么说，是不是对着诸葛亮有想法？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猴哥你等等我，好，两罐三罐再来一罐，哎呀我去，非常 rare， 然后这边上路打得不可开交，等等我马上就到，然后这边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，给队友信号，一技能啊，避开他们的走位，墨子这一边二技能挂上解释摸一刀，一技能再推大招加终结直接秒掉，哎，这人头怎么不是我的，好，把他们打杀掉三名大将之后啊，把他们这个兵线收掉，然后这个一塔是时候给他拿掉了啊，一个普攻对吧，拿掉一塔之后，二塔看能不能摸两刀，一刀一刀再一刀又一刀，第四刀第五刀第六刀，漂亮，看到没有，拆一个防御塔效率只需要六刀，这边走走走走走走，攻门大哦，我要反打了，极限反打，一技能推到啪嚓一个大招，二技能，哎呦我去，孙尚香他过来自然他瞬间没了，你看到没有，我本来是杀攻本的，这个孙尚香过来就没了，哎哎，走了走了，诸葛亮他的秒网，赶紧走赶紧走啊，你一定得知道对方的人对你谁对你有威胁对不对，有威胁的人你这个血量要把控好，不然的话很可能就被人家秒掉了，这边再次出来啊，对方的人又有又不齐，这边趁他们人不齐的时候一定要找他们开团，明白吗兄弟们啊，不开团拿个龙也行啊对吧，拿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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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猴哥来我给你打掩护，你跟这儿拿龙对不对，哎，宫本宫本来来来，我不怕他现在啊，他打不过我，虽然他比我等级高，我一技能挑到，我啪嚓一个大招直接给你秒了，再一技能一个终结没刮到他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墨子运气真的好，诸葛亮说别跟他们硬刚，找机会这样会被消耗没的，哎呦我的妈，发给队友的能不能不要给我们看，你这样搞的话对不对，让我们有所防备是不是不太好啊，好，这一边最后一件装备啊，还破魔刀已出对吧，如果说像这一把的话他们控制多，最后一件装备可以补一个抵抗靴对吧，好，这一边等一下等一下啊，对方人不齐，咱赶紧要么拿龙要么推塔，这边不要耽误时间好不好，我说的是啊，拿龙拿龙，这个时候拿的这个十分钟以后的龙比较重要，明白吗，推给你是推不进去的，对方那个这个就是墨子和那个诸葛亮很会守塔的，哎，我来牵制一下猴哥，你快点你快点，我扛不住了，哎，非常 rare，打野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像猴子这种啊，能一个人对不对，能单独把一条龙给拿下的那种打野英雄，像南宁王那种的打到后期确实乏力啊，不是说他乏力的点在于他这个拿龙啊乏力知道吧，他杀切后排倒是也还行，好，这一边，哎，他这都知道我忙忙的吧，忙猜的吧，这边感觉又进不去啊，哎呀真的难打，请求集合，这边这个墨子一炮，哎，这个来狂铁来一技能，哎呀反应好快啊，怎么说怎么说，要打吗，要反打吗，往后拉一下，不要急不要急啊，找机会等龙等龙，龙没来的哥呀这干啥呀，赶紧过来呀，我的天哪，你再不过来龙都要被消耗没了，你看这干将又没了，干什么呀，这是在呀，没有龙到达塔之前不要跟人家火拼呐、啊，这样换血是很亏的呀，你看他的人不齐直接找我们开了一个终结，再次把宫本拿到，血路开出来了之后一技能再推把对方干掉，那墨子拿掉对不对，你这哎还行，哥呀杀掉两个啊，我杀掉一个，那狂铁过来狂铁过来喊追吗，哎，这边我过来一个推只推出一个终结，无坚不摧，可惜不是我的人头呢，怎么走鸟走鸟，好，这边出来我说有机会就拿龙拆塔对吧，打到中后期团战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拿龙拆塔，哎，我这边救一下姜子牙吃个大招扛一下伤害，大大大大大大大不出来呀，我的天哪，被控制了，被墨子给控了，这边我建议还是要出个抵抗靴吧，最后一件装备抵抗靴，出完抵抗靴啊，然后再出什么呢，不要出霸者了，把那个 CD 鞋啊，就是那个 CD 的那个鞋子啊，把它卖掉，卖掉之后换有钱了之后卖掉啊，没有钱先这么出着，有钱了之后卖掉换复活甲，
这边我拿了12个人头啊，然后姜子牙的干将就是1-10的干将，你看看这一把就是他在拖节奏了，没跑了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尴尬，还出个鬼专精装，又是跟哪位大神给学的出专精装啊？真的是。哎，这边半血了，我的天，进化一开，哎呀，我这一边完了，中计了，中穿套了，我这边跑不掉了，一技能，哎呀，要挑出来就好了。挑出来这个射手最起码能换掉啊。这边猴子又遭遇宫本，这宫本好秀啊，感觉这伤害挺高的呀，这宫本你看又把我放的戈亚又杀掉，不会一波吧？还剩两个法师应该能守一下吧，你看我的上路伊塔依然坚挺啊。这边你们两个人不要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守塔就行了。哎呀哎呀，我的妈，一炮差一点没了。走啊干将，你还过去秀，你秀什么？人家墨子一炮你就没了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好，这边把这个兵线给收掉啊，兵线收掉。哎呦，这打的多多少有点难受了。然后这一边在草丛，我一技能，你是不是在这里？哎，不在，不在啊，不在，在这蹲一下，对吧？然后把这个，现在钱已经差不多够了，把 CD 鞋卖掉啊。然后预选一个复活甲，还差个几十金币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先不要急，先不要打，这个时候等我再刷一条龙，应该金币就差不多了啊。等一下等一下，等我把复活甲出齐啊，不要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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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吧？别谈等人齐，现在人也不齐啊，不要上。好，把这个龙收掉。好，复活甲出完之后啊，预选一个名刀，对吧？这就是现在版本我觉得最优解的项羽套装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一边之后啊，上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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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大龙啊，你们去收，我和猴子去下路啊，我和猴子去下路。然后哎，狂舔猴哥小心，猴哥猴哥，我这一边，哎呀我的妈，我跟不上啊，猴哥没了，我这边反打一个诸葛亮啊，宫本大招跳我这一边复活甲呀，起来也得等死，巴比兔了。哎呀，早知道走了，真的是。这边姜子牙也没了，又只剩下干将和射手，看他们两个人能不能守得住吧。哎呀，怎么打成这个样子呀，我的天哪，刚刚猴子应该我就不应该有想法了，他应该是死，我还以为他会能打一波反打，知道吗？因为在我想象中猴子一般都不会都是那种会跳棍的，知道吗？我还以为能修两波呢，没想到一下就被人按死了。哎呀，这边清兵呐、啊，干将，干将，扎兵，扎兵线，扎兵线行不行？扎兵线，哎，把兵线收掉。然后这边，你看你这中路塔都没了，干将也没了。我还有4秒钟，猴子把兵线收掉，猴子再来一罐，漂亮！你不要死了，你死了的话，我一个人也扛不住啊。哎呀，我去，中路虽然没兵线，但下路有啊。来来来，把这下路兵线，不要让兵线进来，不要呀、哎，有残血，一技能推过去一个终结，收一个之后。大招再打出一个复活甲，等他起来之后，一技能推到两个 A 的二技能，一个中间名的或者那个血路一开，但是基地这边怎么没了？我的天哪，这一波真的是太可惜了！恭喜对方拿下胜利，自尊心要四颗星，金牌坦克11.1的评分，叔叔打了21.9% MVP， 理所当然。兄弟们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关注。哎，待会儿我先举报一下这个干将莫邪啊，真的是太坑了，这必须得举报，反手就是一个举报啊，兄弟们。